抱怨爸爸，都唔知猫住人屋啊，定人住猫屋？诶，开门啦！我知道你喺里边有冇鸡仔啊？匿埋，开门啦！做乜鬼鬼？开门！开门！唔系，我搵人奸咗佢。喂，亮哥 ，P 姐有神病噶，啱啱做完手术，镜识啲，镜识啲啊！冇事，冇事，唔使惊啊 ，P 仔，你系唱歌好好人噶，乖吓，乖。做咩走？仲走得咁快？唱歌，唱歌，俾下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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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啊！下礼拜一定有，一定有。边位你咪白痴啊？吓，借大窿嘅钱，搞咁嘅场，收咁流浪猫。唔好唔流气啊，唱歌。呢啲貓貓好慘噶嘛，打風落雨縮喺街冇人理，講愛心啊！愛心好貴啊，仆街！咁啊，過兩日同我開工，當還息。我差人嚟噶，你嗰啲工我開唔到噶。我話知你啦，等我。喂，搞咩啊？你咁迟噶？都系塞车咯。你醒醒啲啊！叶座凳面好黑啊！记得话我一直都喺度。不过前台听到好似有人嘈交，都做得几犀利。帮我睇下玻璃窗有冇破。叶常。找到兩隻試石七零五，可能是汪山元班人揸個竇，執曬啲嘢翻去。Yes sir。Hello。Hello。Hello。做緊嘢，你諗咩雀啫？招嘅雀唔會係你哋攞嚟㗎。警犬就有啫，冇警犬仲有一個喎，本身喺度㗎。咁佢好有可能。就是目击凶案发生的唯一活口，咁你负责同佢落口供啊 ？Yes sir。唱歌。喂，即系过来开工。做紧嘢。啊！哇！屌啊！唔好意思。不知所谓。冇嘢啊嘛，你冇事冇事，抹一抹先啦，嚟啊！唔该，系咪佢推你埋墙？有啲似，我见佢嗰阵系有须。死者证实系在逃疑犯徐康，根据法医嘅报告，死亡时间大概系昨晚嘅3点到5点，致命原因系颈动脉被利器割断，失血过多而死。死者遇害前曾经吸食过海洛因。案发现场找不到空气，没有打斗和手律的痕迹。单位里面主要四个人的指纹证实了是李新珠宝劫案在逃疑犯汪新元、欧阳黑剑、绰号熊猫的熊小武和死者徐康。业主说他们住了3个星期，登记的证实了是假身份证。我们在现场同时发现两支 CZ75 手枪和60发子弹，还有徐康的手机电话记录全部都是太空卡，案发之后 cut 了。我哋喺現場亦都揾唔到任何利新珠寶劫案嘅裝物。點睇？初步證據顯示，通緝犯汪新元懷疑同徐康因分裝問題發生衝突，趁佢吸毒後神志不清，將佢割喉殺死。呢串珠寶你咩？
啊，黑月石保平安 Sir。三年前我受伤之后就开始戴，之后搜亲边区都好太平。你调过嚟之前跟马仔噶 ？Yes Sir。点解啲人会叫你垃圾嘅？啲人要喺背后乱讲我都冇计。我而家兜口兜面同你讲多次，你今日嘅表现所作所为完全都系垃圾。死者虽然是通缉犯，但我们的职责是维护法纪，所以无论如何都要找到凶手出来将他绳之于法。 Yes sir。 这个徐康是谁杀的？讲来听听。天才天才汪新元。哇，不是他。欧阳克俭。红毛，白痴，徐康自己杀的。你是不是傻的？真的要你跟他落口供咩？都就嚟要送去御龙处啦，麻烦晒。头先你听咩到啊？佢话唔系汪新元啊！哇，你唔好咁大声啦，唔好俾叶 Sir 听到啊！咁佢真系睇晒成个案发经过啊嘛，或者有用呢？有咩用啊？带佢上庭啊！万一认到人，你信唔信佢好啊？怎样跟市民交代啊？最少啊，都可以了解到这班贼好像有些爱心啊。爱心？看回珠宝那件事你就知道。马劫回去全部回去。我去咬他。马劫快到了。马劫马劫快去。快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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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人来的，张我你的嘴，开咗佢，开咗佢啊！唔好玩嘢，摆晒入去。冇咩啊，双手啊，摆手啲啊！你冇谂住报警啊？报警啊！全部都要死。各单位注意，佐敦道、弥敦道交界，利申珠宝。放翻条你出嚟！开门，快门，快啊！你度冇咩啊？八婆你咁钟！八婆。禁中打死报警啊！师傅够啦，你一想打死人咩？你听未啊？你对一对住我，连你打佢。咪喐！啊！冚家铲做艳仔。我信错你个仆街，王总 ，hand me。Yes sir。有差佬啊，快手啊！嚟，换咗。危险！即刻停车走。哦，系系阿 Sir， 系系阿 Sir。汪新宇，你已经被警方包围，立即起械投降。自首啦，袁哥，走唔甩噶啦。要咩？我一个咩？妈！
顶住啦！出嚟！走啊！走！走！佢哋啊！有冇事啊？汪新元呢班人，呢班全部都唔系人。分赃唔匀，汪新元杀完徐康，跟住就会系欧阳黑剑同埋红毛。案发咗成三个月啦，点解佢哋仲留喺度啊？呢个好可能系一个线索。我哋伙计叶 Sir 卧底，当场殉职。唔怪叶 Sir 咁想拉到汪新元啦。叶 Sir 份人系 harsh 啲，但系有起事上嚟，佢好睇自己人噶。呢几个呢？姚生在街市卖牛肉的，那天跟他阿妈去买金，开枪那阵，他阿妈吓到心脏病发，送院之后证实死亡。杨建山，珠宝行职员，想揿警钟那阵，被徐康伤及脊椎神经，下肢瘫痪。何少东，护卫员，亦都是杨建山的男朋友。知道條女下半世要坐輪椅，最激動係佢。有諗法？你想翻去犯罪現場再睇下有咩線索？我同你一齊啊！知唔知有咩同準時翻工一樣咁緊要？咩啊？準時收工。仲有幾多單我要查咩頭？有冇听过 plan 声 N 啊 ？plan 唔到就 send 俾人 ，send 唔到就尽快 end 咗佢。以前跳落山救我嗰个林发良去咗边啊？嗰阵时系你唔觉意碌落山，我唔觉意救你啫。点解你而家缩成咁噶？唔系我缩成咁，你行得太前，好无谓。咩无谓啫？我系因为你先当差噶。咁冇意思咯。仲要冇咩？打字咁啲啊！嗱，我威啲啊，唔好望死啊，知唔知啊？點解咧？我點啊？我揾到你啊！我揾船啦，我就保護住個波。邊處睇下落底啊？早啲出埋上。是不是王生啊？那你是不是想租房啊？至少要上楼望埋先啦。是啊。4000蚊租你有个？你够唔知？欢迎光临。唔好意思啊，本来有张个姓王嘅上嚟睇房，以为你系佢啫嘛，九成啊放飞机。贵姓？你啊，李生，呢度一屋五伙，住嘅全部都系睇住我大嘅老友记。呢、這个八妹80岁，嗰、那个狗仔90岁，
仲有嗰個幾個禮拜後就100歲，叫白友。到時我哋會同佢搞 party。公共大廳、廚房、廁所都係共用嘅。咁啱上手畢業啊，先至多間間房出嚟咋，機會難逢。狗仔啊，叫咗你唔好坐喺搖搖凳嗰度飲嘢啦，又打爛杯。我知你唔使我陪嘅。隨便參觀，環境唔錯噶，靜靜地包冇人騷擾你，住喺度命都長幾年。上一手啊，住喺度嗰個啊，瞓下瞓下就走咗啦，得95歲啫。阿友，出去坐嚟，慢慢行啊。好。啱咪俾錢啦，轉個頭冇噶啦。冇咩？三百，唔好意思，我睇嘢好清楚嘅，全屋睇嘢最清楚嗰个系我。老细，警察，前晚咧公众大厦发生，你哋啱啱咪嚟问过咯。你究竟问几多次啊 ，Sir？ 我哋冇问过喎。我唔理你边个打边个啦。嗱，最后一次，我咧呢52年嚟都冇见过任何异人物 ，OK？ 头先问你嘢嗰个警察点嘅样噶？咪高高地，着件绿色外套，戴顶 cap 帽，你啱啱行咗去嗰边啫嘛。唔该。喂，做咩啫？追咯。哥上台有人接佢噶啦，喂，你打电话，我追。找過的了，小妹啊，哪裡啊，好肚餓啊，後巷等你啊，是這樣吧。听清楚，徐康不是我杀，不要屈埋我。他说不是他做，是啊，同埋佢间冇数。茶档老板话。汪新元问佢案发当日有冇见过可疑人物，同我哋问嘅嘢一模一样，所以以为佢都系警察。佢
佢好似仲急過我哋揾到兇手。點解佢要俾翻支槍你？唔知啊。佢要我哋覺得佢嘅目標唔係警察，對我哋冇惡意。為乜啊？轉移視線？點都啦，佢越係咁，就越可以。哇！呢輪真係好多嘢跟喎，你哋係咪應該加翻多少少線人費咁咧？多謝。哇！真係冇驚喜咯。是啦，歐陽啲料揾命搏噶。袁哥，你喺边？我到咗啦。嚟紧，欧阳咪搵过嚟。报啊！咩事啊，袁哥？新闻话你怼冧。你信啊？我翻到去，徐康已经死咗。咁我哋袋珠宝咧？冇咗。知唔知袋喺边？袁哥，如果我攞咗，就唔会出嚟见你啦。你而家喺边度冇？我喺马湾嗰度揾到新斗，出咗事之后，我一路揾到欧阳，我惊佢。我继续揾佢。咩人同珠宝行单嘢有关？check下。李生，咩事啊？冇，煲咗木瓜水与糖水，睇你食唔食啫嘛。唔使啦，试下啦。滋阴润肺，食完包你皮肤都滑一滑。使唔使熄灯扮瞓觉啊？唔理你啦，你中意食就自己开门出嚟攞啦，摆度。半夜三更要熱糖水食，唔知咗嗰十零廿蚊啦。多謝老闆，慢慢食啊！食完我碗擺就得啦。姚 Sir， 咩事？我见仲未揾到欧阳同毛，而汪新元同只鹦鹉都话唔系汪新元，咁我见所有嘢都由单劫案开始，我就试下由呢度开始着手。我哋已经查过晒啦，珠宝行虽然执咗粒，但系最近我哋揾翻佢嘅老板同埋啲伙计，仲有大部分目击嘅市民，当日受咗伤嘅警员，同埋其他想徐康死嘅人，加加埋埋冇一百都有几十啦。你要计嘅话，全部都有嫌疑。其实我哋揾过几个主要受害人噶，姚生有黑社会背景，但廿年前佢阿妈大病一场，成个人变晒，而家由斩人变到斩牛肉。咁啊，有链脚，阿妈都唔喺度，嗰班人系生系死，关我咩事啊？以后唔好嚟烦我啊！杨建生喺案发之后信咗教，而家主要喺教会做义工。其
其实有好多嘢都系整定。主佢教我，佢话无论嗰个人对你做过啲咩都好，我哋都要衷心咁样原谅佢。咁样我先至可以得到内心嘅平静。我会为佢而祈祷。咩事啊？佢哋两个系警察，之前黎生珠宝行有两劫匪死咗，佢哋问少少嘢。死个人真有咩好问？汪新贤嗰几个扑街全部都抵死嘅，最好快啲杀埋剩翻嗰三个。阿通，你冷静啲。咁系啊嘛，累到你咁，边个见到班扑街，我一定打死晒佢哋。下半世踎紧都系咁话。阿通，阿通，唔好意思。何生，我想问一下你十九号当晚在哪度？佢喺我屋企，我哋两个结咗婚。珠宝行嘅石 Q 何少东喺外国军校毕业，佢结案之后去咗枪会做教练，同杨建山患难见真情，而家仲结埋婚。但系徐康死嗰晚，佢哋三个都有不在场嘅证据。咁使查啦？咩唔使查？在场嘅唔查，查啲唔在场嘅做咩啊？查翻汪新源。Yes, sir. 嗱，啱数噶啦吓，一人四对，买完之后咧，拎上车，明唔明啊？合法嘅 Sir， 冇钱还啊，就要做嘢顶噶啦。多谢。点啊？旺角揾紧料，九号四对。四对？你查到乜嘢四对啊？我查到汪新源佢哋四个人，一共有四对脚。九唔搭八，有料话喺顺宁道见到汪新源啊！啲市民报料啊，一日几日单，以前够有人玩条街叫我拉灯啦。咁你都喺嗰头揾紧料啦，过去望下都得啩？得得得，转头过嚟。做紧嘢噶，你鬼叔同边个倾电话？我哋老豆啊，再排啦。我去做啊。個禮拜有得攞。我同歐陽已經分咗手噶啦，唔該你同你啲兄弟唔好再嚟煩我啦。你仲想点啊？我跟你咁谂乜都够啦。冇事，搞埋啲嘢先啊。对唔住啊，袁哥，我呢几日一路陪住佢。徐康单嘢，我可以点帮手？我同洪波会讲，你同佢比一比先。袁哥，我由睇场开始跟你，你衰咗，我等你翻出嚟。十几年兄弟，你叫我比？又大又细，你咩都唔好理，我搵得代嘢会通知你。
唔該，姐姐，小心啲。一二三。两单嘢肯定有关。如果炸低汪新元，放佢唔使救我大老婆。而家唔单止死咗反，仲死咗多无辜。放炸弹嘅人仲癫过汪新元。咁点解你唔拉人先？咩啊？我问你点解唔拉汪新元？佢同我救紧我大老婆嘛。你放走咗个重犯啊！我知道你死咗嘅手足，而家系咪为咗拉汪新元，咩无辜都唔理？你而家仲要报仇先？你讲咩？你同一件事？呢个就系你盲点。你而家讲咩啊？咁你有同上司讲嘢嘅咩？所以就有啲证物唔一定喺证物房嘅。嗱，我就冇特别中意动物嘅，但系你用手续搞好晒啦。你拎翻去慢慢倾啦，都系嗰句啦。如果佢真系帮到手，你自己谂点样同市民讲啊？你点讲啫？有啲系啱嘅，怕咩做第一个啊？哥，咁落去真系唔系办法，迟早到我同你嘅啫。不如我哋避一避先啦。避到几时？两个甜人就咁算，佢先会点啊？咁唔系点啊？而家又查唔到系边个做嘅，日日好似喺度等死咁，我就嚟癫啦！边个啊？睇柴嚟嘅啫，睇张相都听得出佢俾人插紧啦。叶守正啲料齐晒，你唔谂住调转头查翻姓叶嘅去踩路啊？我哋贼嚟噶，如果搞唔掂单嘢，我会走。要走你自己走。2014年二月，印度北部 Agra 有个女户主被人入屋劫杀。事发嗰阵，屋入边有只鹦鹉。警方发现佢每次见到死者嘅医生都会尖叫同埋拍翼。盘问之下，死者嘅医生终于承认犯案。由此可见，动物喺查案过程中的确可以提供一定嘅协助。大专家，我俾过好多疑犯嘅相佢睇，佢见到咩人都好，都只系会重复天才同白痴两句嘢。咁好有可能啲人不停教佢呢两句嘢。又或者他知道一讲呢两句嘢，啲人就会俾嘢佢食。咁佢认得几多见过嘅嘢噶？世界动物学嘅历史入边，最聪明嘅就系一只非洲灰鹦鹉。经过教导，佢可以计算出六以内嘅加法，叫出50种物件，辨认7种颜色。佢嘅智商同我5岁嘅侄系一样。佢当然认得出见过嘅嘢啦。个问题系你用咩方法令佢表达出嚟啫嘛？最快的方法啦，梗系教佢一种语言咯。不过广东话系世界最难学嘅语言之一，连我咁嘅天分都学得唔好，更加何况一只鹦鹉咧？不过如果你想快啲嘅话，都可以学啲易啲嘅语言嘅，好似英文或者法文都得。边度有得俾鹦鹉学英文或者法文啊？不过唔担保，鹦鹉唔讲大话嘅。又点啊 ，Sir？ 打边炉，手切牛，一个人食。哦，好。认清楚，系咪佢啊？靓女，靓女，靓女，你好嘛？
解你咁肯花噶？你教佢噶？白痴，白痴！你系边个白痴啊？吓？没有，打劫吧，我没反抗。Sorry， 唔好意思，唔好意思，我阿妈植物人嚟噶，我都系弱智嘅，所以我先揾两餐嘅啫，唔好意思，即刻摆埋 ，sorry， 大教授，阿师，唔好意思啊。袁哥，我哋做呢行全部都当你超级偶像，我有追你新闻噶，要有解款啫，一出就成叶哥踩到佢，佢完全唔系你对手。首先，前辈，前辈，21世纪做我哋呢行，一定要识电脑，好多豪宅用电子锁噶。啊，咁得意嘅。有埋咁多警察相嘅，边个屋企嚟噶呢度？你话斋，完全唔系我对手嗰个高级督察叶守正。街，哎，我都系走先。前辈，我呢手足仔嚟嘅啫，我唔做大茶饭噶。私人会所唔做 walk in 嘅，楼下个闭路电视唔系你哋，关你咩事啊？喂喂，你老母啊，你边犯噶？
我问楼下个闭路电视系咪你哋嘅？都话咗唔关你事，走啦！咩事啊？差佬有查牌啊？唔好意思，亨先，小事啫，冇嘢。俾咩啊？买板唔知定，我老豆局长啊！阿Sir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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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蹲住，蹲住，阿Sir。放大佢，停，前 zoom 埋架银色车度，停，阿 Sir， 唔知仲有咩可以帮到你咧？阿 Sir， 唔好意思，今日洗大咗，得翻几皮嘢喺身。话俾你老豆听，我姓叶，叫叶守正。多谢叶 Sir， 对唔住叶 Sir。叶 Sir， 一个礼物唔够，仲要第二个，呢啲唔系扰民系咩？何生，合作啲啊！呢伙计好有爱心喎、啊！教练，嗰边 ready 啦。做紧嘢谂咩咗啊？冇，我经过谂住参观下啫嘛，突然间有啲胃痛，下次先。有嘢食，有嘢食。啊，嚟，乖，系啦，冷静啲。嗱，嘢食咗啦，帮帮手啊！如果系汪新元做嘅，你就嗌声白痴。如果是葉 Sir 做的，你就是天才。啊啊！咁嚟咯，一、二、三。天才，天才，天才，天才。查自己阿 Sir， 系咪食懵咗啊？叶守正条针一早查到我喺边，点解唔通知佢啲伙计拉人？点解要炸死我之后先至有差佬出现？元哥，我真系唔得啦，日日好似喺度迟早会到我同埋你嘅啫，我同你噶，我唔想死，我真系唔想死，不如我哋走啦，真系会到你噶。汪新元，你已经被警方包围，自首嘅元哥，搞唔掂单嘢，我唔会走。佢两个条命就咁算啦。我先报警啦，元哥，李生，点解要炸死我之后先至有差佬嘅？一定要搞掂好手，汪新元，李生，搞唔掂单嘢，你已经被警方包围，李生，一定要搞掂好手，呢件事先会完。我草，系你头先翻嚟叫我帮你落去买药噶，糖水碗都未俾翻我。
喂，你咩事噶？鬼鬼祟祟喺度急咩啊？关唔关你事啊？你唔系鬼鬼祟祟，你爬上嚟呢度？红毛。点解你会喺度？我一路夹实佢，然之后跟到佢嚟呢度。仆街！你两个兄弟死咗噶，系咪要轮到你？汪生喺边度？我即刻约咗去见面啦！案发成三个月，点解你仲留喺嗰度？帮我哋出警，出货嗰个老板做咗草，我哋要重新搭过差线。汪新元而家查紧啲乜嘢？我哋喺徐康个窦嗰度冇一袋珠宝。系啦，我真系你都唔知。叶 Sir 要我跟咩？我跟乜嘢噶咋？点解跟我哋？袋珠宝喺边？我唔知啊，大佬。佢康俾人玩过，所以跟到你，我知佢好狂晒，大佬。我杀我冇见到气氛舒服。小心讲嘢。喂，喺边？翻紧嚟啊！几耐？十分钟。叶 Sir， 使唔使等埋招？仲等咩啊？等得嚟汪新元走噶啦，大佬。门口有个风铃嗰间，大雄，大雄。发生咩事？大佬唔好打。汪新元呢？叶 Sir， 救命！佢劫我嚟，问我有冇见过袋珠宝，乜嘢珠宝啊？叶 Sir， 佢癫噶！救命啊！叶 Sir， 救我啊！佢真系癫噶！玩嘢，汪新元喺边？我唔知道啊，佢真的要坐喺度等噶。叶 Sir， 叶 Sir， 叫佢走。唔好意思啊，差人做嘢，麻烦你洗走啊。咩啊？差人大晒啊！你都好彩啦，咁都俾我遇到你。做紧嘢喂，有咩第日先讲啊？系咩啊？捉贼啊？捉贼唔使还钱嚟噶。我唔系同你讲笑。我唔系同你讲笑。开你唔复，攻你唔开，算点啊？佢想死人噶。叶 Sir！ 走啊死蠢！
住啊，宇哥，对唔住，对唔住，对唔住。等埋，阿爷，对唔住啊，袁东，我冇得拣啦，我就系顶唔顺，我好想死啊！我引开他们走走，高手，慢慢趴喺度。你拉咗我，真空一样会乱晒人。我叫你趴喺度。叶守正要帮佢啲伙计报仇，佢有动机杀我啲兄弟。我爆下入叶守正间屋，佢有晒欧阳洗衣铺啲资料。佢从来冇叫你哋拉人，跟住洗衣铺就爆炸。点解？我识夹翻嚟条友叫大雄，系叶守廷针，你可以自己问下佢。冇错，你有咩大同我讲啊？跳落去。最多过去嗰阵，见到红毛用玻璃挟住大雄，佢割断咗大雄颈动脉，之后我开枪打中红毛个头，你唞唞先啦，其他嘅嘢我嚟搞。楼我哋就收硬噶啦，有钱你同我代运啊，帮我哋揾地搬，财山地搬。
你留下嚟做白金啦，你走啊！走，我走，系嘛？走，走，即刻！你放我出嚟！我报警啊！做埋最后呢单，你谂住点啊？梗系揽翻几条女，嗌翻个月先啦。我净系想静静地等我 B B 出世。元哥，你呢？我净系想瞓翻觉好嘅。阿嫂，节哀顺便。多谢你一直以嚟照顾大雄，我知道你尽咗力噶啦。大雄佢知道，佢一定知嘅。喂，咩啊？揸紧车，慢啲讲。我有啲事，你翻曬管先。好。
煮緊米粉，食埋先出去啊！食齋，咁我下次整齋你食咯。由佢啦，当系多谢你寻日。佢阻住我，我系打佢，唔系帮你。结果都系一样啫，冇所谓啦。你上次帮我买嗰樽镇静剂，可唔可以帮我买多樽？食咗成樽都未镇静啊！你系咪有啲咩麻烦先瞓唔到啊？话是话，买药嘅钱唔可以由佢嘅喎。我依家落去买。多谢你，一定是寻日个衰人。医院通知你，叫你复诊。谂住冇乜嘢嘅，但最近越嚟越差，咁头先突然间吓一吓，不过唔紧要嘅，我日日要 check 住噶，依家有270多人喺度轮紧眼角膜，我就排紧头位，咁即系话一有咧，我就可以换。我有时讲嘢大声啲，因为我忍唔到个距离。咁唯有大声啲，人哋咪知道我喺度，咪唔会撞到人咯。如果扮睇到，人哋就唔会撞到你。我睇得唔清楚，但你啲须根话我知，你应该几臭用。讲笑啫，唔使黑面嘅。你点知我黑面 ？feel 到咯。
放鬆啲啦，得閒俾翻個糖水碗我啊！小姐戒指幾閃喎，藍寶嚟嘅喎。啲相係喺紅毛嘅竇度揾到嘅，喺汪星元嗰邊跟佢哋。搞到大宅查案咁啊！仲有啊，汪星元冇呃你啊，佢真係爆過葉穗屋企啊，仲跟佢添啊。葉穗睇過未？佢依輪冇復我，可能仲休息緊啩。你講嘢啊！摘除殼嘅人係葉Sir，佢幫個外底報仇，有需要嘅話，我可以上庭告你嘅。我發夢就聽到你講人話，唔知你發夢我係講咩話嘅咧？点啊，小梅？你喺边啊？快啲翻啦！咩事啊？有人喺西贡揾到叶卓条尸啊！我一定会俾叶卓死得不明不白。喺呢报告出咗，叶卓系后脑受到撞击。头盖骨碎裂，加上颈部截断而死。但系发现尸体嘅地方应该唔系案发第一现场，同埋叶穗之枪唔见咗，而家好有可能喺凶徒手上。你最后一次见叶穗系几时？先生，喺边度？广福里。你哋約咗喺度見面？我跟蹤葉 Sir 去到嗰度，我懷疑葉 Sir 同殺汪新元同黨幾單案有關。葉 Sir 以前卧底，係因為汪新元佢哋而死。葉 Sir 都有殺人嘅動機。你相信汪新元？佢又咁講過，但查緊我啦！我而家問緊一個有嫌疑嘅人，汪新元幾次都喺你手上走得咗，你係咪有心放佢？你想講咩啊？你係咪有揸人錢？係。你咪不嬲都唔妥葉 Sir， 講啊！是，但这件事跟我怀疑他完全无关。林法良先生，我们是内务部的，叶 Sir 遇害单案我们调查着，而由于你和汪新元有多次的接触，为了避嫌，我们建议你暂时休假，交出你的委任证和背枪，直至到我们调查清楚为止。快点去问吧，或者他啊阔佬啲啊买啲贵嘢咧，系啊，佢唔会玩噶啦。问一下啫嘛。李生 ，Joy 啊，好啦，吴少，嚟紧拜友生日 party， 佢唔想得佢一个人有礼物收，想人人都有，叫埋你一齐交换礼物。唔好咁孤寒啦，买份礼物啫嘛，钱又带唔走嘅。咪就系，你都几十岁人啦，
死就一世，唔死就大半世啦。做人呢，最紧要系有贡献。阿哉咁照顾我哋，又咁照顾你，你为我做过咩啊？你话啦。如果你叔骨唔想买嘢嘅咧，你约佢睇维港夜景，佢以前啊好中意去噶。你谂下先啦，出去啦，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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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佢哋见你一支公啊，惊唔叫你，你小气啊！行啦，行啦，行啦，行啦。我都话唔问噶啦，你老草。我有个老板倾紧要接批货，唔知系咪你叫我搵嗰啲？约到个货主通知我。前辈啊，其实我八下噶咋，你喺业内都算数一数二啊，点解搵我呢啲二打六咧？下次有呢啲真系唔好揾我啦，我啲手作仔嚟噶咋。仲有单紧要嘢，可唔可以同我影张合照啊？即走，走啦，唔好意思，唔好意思。都唔知你想点，广东话又讲唔好，英文又唔愿学。而家连嘢都唔食，听日带你睇医生啦。喂，我啊。点啊？我想问一下咧，你最后一次见叶 Sir 系咪喺大埔啊？系啊，做咩啊？冇啊，我落咗间过嚟睇下啫嘛。咁好啦，唔该晒老板。落咗间你就收工啦。早啲查到你，早啲冇嘢啊嘛，行啦。有冇带汪新源佢哋影到嗰啲相？有。先生，警察，请问有冇见过一个男人？请问你有冇见过呢个人？冇。唔该，有冇见过呢个人？冇啊。喂，而家 ？OK。有事啊？我叔话差馆有嘢揾我喎。得，等我搞，你翻去啦。咁我落咗间噶啦嘛，老友，警察，请问有冇见过一个男人？有，同我哋租个盘。你会喺度噶？你好似冇同我哋警方提过呢间屋喎。我啱啱帮朋友睇住一阵啫嘛。咩事啊？冇事。周广华，如果冇嘢嘅话，我继续忙啊，唔好意思。你咁样唔得噶，你咪报警咯。买咁多空气清新剂嘅，有嘢要辟味咩？早排漏煤气啊！哇！卡火药有电线，你唔系整炸弹啊嘛？阿 Sir， 我真系乜嘢都答晒你，我好忙，唔该你先走先。叶 Sir 串佛珠点解喺你度嘅？你杀咗佢啊！黐线！你炸完洗衣铺，叶 Sir 抄上嚟，
就在这间屋里面，你怼冧他，之后你就买空气清新剂劈死我。仆街！你老母搞咁多嘢做咩？嗰班人，我叫咗你走啦！你不是犯差管的咩？叫我即刻翻嘅咩？你有冇事啊？我哋喺间屋度抄到部手机，入面有洗衣铺同徐康个斗嘅地图，同时亦都揾翻叶 Sir 支枪。你唔应该怀疑叶 Sir。点啊？出咗院服咗职，就咁快你接佢翻屋企啊？越对得人多，我越中意动物。佢咩事啊？哦，佢咧吞咗啲唔消化嘅嘢落肚，搞到胃炎啊！咩嚟噶？好似系蓝宝石。你老公有冇嚟揾你？冇啊，咩事？你哋屋企同昌会都唔见人，知唔知佢去咗边？我唔知啊，系咪发生咗啲乜事？我想你老公跌了嘢，我不知道你讲了什么。在徐康的斗度找到的，徐康你老公杀，袋珠宝都是他攞。你搞错，凶手你哋一早已经捉到，系卖牛肉嗰个。我一直喺度查，成单嘢边个先系凶手？如果我冇估错嘅话，
你全部都是，包括葉 Sir。点解要查问？定华用脑真系蛮牛嚟噶嘛？佢同我哋唔好彩咯。之后叶 Sir 嚟揾你哋，我俾了你哋，唔系叫你哋乱咁嚟。代珠宝咩事？汪新元冇攞到，你代咗啊？差得我哋咁急，我仲以为你要揾到汪新元，原来都系为咗代珠宝。搞咩啊？连钱都抢埋啊？就都系佢还翻俾我哋。喂，你唔方便做嘅，做唔到嘅，我哋帮你做晒，分分少少系好应该啫。咁样同汪新元有乜分别？你想点啊？拉晒我哋翻去坐监，然后有得汪新元一个喺出面逍遥法外。叶 Sir， 咁要我哋分四份。呢啲系我哋真俾嘅，佢俾红毛怼冧咗，我帮佢屋企人攞翻份。O K， 好啊。你哋唔单止对付班贼，你哋伤咗好多无辜嘅人。够啦，唔好再讲。汪新元一直揾紧袋珠宝，佢唔会放过你哋。你系咪想佢老公有事啊？话我知，佢喺边？你去边啊 ？Party 就嚟开始啦。我有时出去出去，你哋玩得开心啲。早啲翻啊！
早知道直接約啦，唔使你扮買家咁麻煩。九點埋佢，有覺好瞓。冇喐，抌低枪。终于可以睡到觉。
喂，丁喜月小姐，我是眾安医院眼科部打来的。是。啱啱有对适合的角膜，而你是排在第一名的轮候者，麻烦你可不可以即刻入院做手术呢？丁小姐，丁小姐，咁开心嘅你，条手术佬冇嚟搞你啦咩？搞掂了。你边有算搞掂？开心嘅嘢会传染嘅。咩意思啊？上次佢俾只猫救翻之后，就决定入股我流浪猫场，当清嗰条数。咁荒谬？啲嘢话唔埋嘅。都系。汪星源死咗之后咧，医院 check 到佢，居然有登记器官捐赠。人嚟嘅啫，会做好事都有可能会犯罪。喂，你望住袋珠宝周围有冇人见到？其实你有冇一秒钟谂过？点止一秒啊？知唔知最恐怖嘅犯罪现场喺边度？Thank you.